我很庆幸这一次我回到北极跟你一起奋斗，是你点燃我心里的梦想之火，所以我希望它可以越烧越旺，让我满足，也能带给你幸福和快乐。醒醒！又怎么了？出事了？没有。回屋睡去，外面凉，别感冒。啊，真是太累了，困死我了。回去了啊。啥子了这是？带钥匙了没？